好哟，你要 practice 你的 breathing， 所以你可以游泳，明白吗？你要 keep 脚，所以你的脚会很 strong， 所以你可以游泳。不要一定要这样子，可是你会痛，你要一点点特别是好像一个 L。现在是一个 V， 现在是一个 L， 我们要 L， 明白吗？现在做那个 V， 是这样子，靠近一点，你不要上这样子，不要上 L。然后现在我们要 push 做 V， 是刚才那里，你这样，你刚才 push 对。现在你要这边你要 lift lift， 可是你的手还是在这边 lift lift。Always be love the emerald. 然后你这样子站住，其实不会你的肚子，不，我现在很会拖一拖，不会你的 body 其实不用紧的啊。咦，啊，这样子。The more you bend muscles, the more you will think. You know 什么？要 back 他，这样子，他们，你刚才是这样子，你看我脚，是，你要这样子，他们，你妈妈到了哦。啊？看到京城？到京城了，你妈妈到了吗？是啊，你看妈咪在那边。还这样快？还这样快？还有七点半。七点半？天都暗了咯，太阳下山咯。来走，走啊！